即个讲，即个南部地区连续几日间拢落大雨，我们来讲造成讲遮个所在的淹水，台南两甲区内哦，更加有徛家，因为讲大石头甲土拢泄落来，菜点是讲全部到徛家内底，拢总有十户来受灾。后来伫区公所甲立法委员王定武配合之下，是邀集了即个国军前来帮忙清理，啊嘛讲答应讲未来会过来针对讲地区的即个土地来做监视，确保民众的安全。接续几日间的大雨，不只是予真侪所在淹水，嘛予台南两甲区的甲顶里内有所在因为土石崩落来造成冲刷到厝后壁来。虽然讲厝本身无明显的受损，不过嘛是予当地居民相当的惊吓。啊，阮都唔知影要安怎，啊，当然会惊啊，太袂惊嘞。安怎讲？因为万一啊，你顶悬啊，搁落落啊。嗯，惊。啊，万一啊，搁落落啊，阮万一你怎啊走无走袂离啊？水门，迄个土都有到遮啊，遮拢开袂开啊，啊遐也相共啊。好 ，OK。迄边也相共。所以即摆门拢开袂开个。嘿，拢袂开一日。啊，是啥物原因呐？啊，着露土落，露土落，土拢积掉个啊。啊，你厝内底够受着影响？啊，着拢落雨咪过，拢按遮游啊。哦。啊，毋知许，拢去公所再刷包来有啊。哦。因为当地拢是居住长辈较侪，所以区公所甲立法委员王定武嘛，问下了各县的单位进驻来帮忙清理家园，希望会当尽一份心力。那我们接获到居民的求救呢，我们马上联络军团哈，我们谢谢八军团，在没有影响战备的状况下呢，不管是炮训部、飞训部或后备指挥部，调动这一个兵力呢，来协助居民把房舍后面。这一个土浆流入这个屋内的这个危急状况，先暂时稳定下来。那另外区公所跟市政府也协助居民做安置。那我们知道接下来两三天还有台风来袭的可能性，所以暂时先求现况的稳定。等台风过后，那天气放晴，我们会尽力来协助居民重整家园。这次总共有十户受到影响，虽然讲无严重的事故，不过嘛是予居民带来了相当大的困扰。后续区公所甲王立伟卖针对当地的土质状况，再邀集相关的单位来做安全的评估，并且在灾害来临时阵，第一时间来撤离民众。那因为我们这边普遍都是长者，都是75岁以上的长者，所以大家知道他们清淤很不方便，而且这里完全没有办法用机具来清淤，所以我们才协同一些民代来协助国军，来协助我们这边的居民清理家园这样子。那也是因为应急，是因为，从明后天可能会有台风的影响，所以，居民也非常的担心。那区公所也为了维护居民的安全，也有发居民愿意撤离的通知单。如果有需要，我们会把它撤离到安全的处所。透过各界力量，让大家家园会当早日恢复原貌，也期盼未来会当加紧改善的脚步。好，当地居民未再搁受到土石流的威胁，天灾来临的时阵，买当免烦恼，创造安全的生活环境。记者郭佳明，龙岩区采访报道。